这边三个女生太养眼了，装备都非常的专业，往这边站一站，并不想来。欢迎我们这一位，介绍一下你的这位女生队员。啊，我来自江苏常州，我叫赵媛。赵媛，我们常州的女生都很漂亮。赵媛居然是一位护士哎。对呀、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很伤心。人家给你打过，给你打过那么多针，你都不记得他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护士。最时尚超安全的新电动车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、啊、今天觉得怎么样这个冲冠的感觉？上一次在第六关掉还是真的特别遗憾，很可惜，所以这一次就卯足了劲儿，一定要冲上高台拿走大奖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不难，所以后面的女生们一定要加油了。我的心